养生是恩师言之有理，祭佛不多了，这种酒泉就是九龙吐水，反尘一遇立刻清净，不必用肥皂洗衣粉，清洁即清洗。世人要保持身心干净，以免死后检查不通过，快出来，已洗好了。喝那凉茶以免吃不消，明王你还拘谨，快用鲜果吧。阳生此种凉菜好像凡间之九层塔，王及众仙官陪同，一路清新。阳生看他们喜气洋洋，走到瀑布下，自然像脱水机一转马上干，快洗脚底，那里水冲不到，最脏。阳生恩师别讽刺好吗？祭佛看不到的地方本来就是最脏，脚下、床下、桌下，这些就是死角，脚不大扫除，要让他生湿不成，以后怎能腾云驾雾呢？养